太平，海寇从已不敢话我的经。英祝太傅高皇帝，一马进好，等你平安我
何事？三百船只已经到埋沿海码头，万担粮食全部安装上船。好，太好了！大夫人到，恭迎。
非也遭遇不测，丧了命啊！元帅，你睇有船队嚟啦！还有宋家契爹，好、哦，如此说，打开营门，请四慢，这迟不到，早不到。危房有诈，两旁埋伏兵。吩咐前营边后营打开营门，请四何以姗姗来迟啊？元帅呀，周某不懂航行，在南海中迷失一月有余。哎呀，元帅见谅见谅啊！温良清担在此，元帅请过目啊！周大人，你这是何为？罗龙将军。你好红这是水一教此我红，原来是你暗通教此罗公主，即使你有铁柱的刑盘，这一会也难逃全军覆没的机运，你一来看我知你三百艘船并非是你想要的粮草，而是我全部教子兵将还有营盘之外，还有我数十万精兵将你重重围困。乌合之众无非一堆乱蚁，一营之贼，红中之别也忍忍。老夫早有戒备，我看今次你哋是来时有路，归去无期。罗禄将军，你对大宋皇帝尽忠，你又何知大宋皇帝又是如何待你啊？世代风尘，恩重如山，恩重如山。罗姑座，听一听。徐禄家忠良将，却见眼里无君王，若有犯心逃过去，先斩后奏，速朝官。
途过居，先斩后奏叔朝歌，先斩后奏叔朝歌。老夫忠心耿耿，何来人反？我话你反就反，系我命人在马鞍上放了铁钉，万一被刺痛，依狂奔，给你一个目无君主之罪。落落将军，你纵有冲天神勇，也是饥饿疲倦之师，已是不堪一击，倒不如听我一言，我们将整个南河当作一桩买卖。我话将整个南海当作一桩买卖，对对对，系一桩买卖。好啊，咁大嘅买卖，老夫倒想知道是如何来做啊？咦，说说，元帅你要停了，你讲。你要停，你讲，你要停啊啦！听我一言，勿为牺牲，也不为己，天诛地灭，十足是个大蠢人。你边个发言？只知酸酸受福夜阴，若为忠义自疏泪，真系死也不安夜心啊！啊啊！哦，为忠义自死，佢不正，太不正。令南海八王爷无边，就好似财源滚啊滚啊，只要化兵色变，南海锁国三分平均啊啊，三分平均，对对对，系三分平均，北边有空龙，南疆前平定。只要不天不变天，你还是南海一尊邪神啊！南海一尊神，对对对，系一尊神。再不投降，我就宰了你这个宝贝师弟。罗将军，我不妨直说，你两个儿子经已身亡，难道要这亲孙儿死于你跟前吗？老夫此生为国家，莫为孙儿泪呀。云湖南海，罗梦中意转风兵啊！你何也不学，不能学；行也不学，不能学；你行也不学，都不能学。罗将军，罗将军，杀！
做发梦啊嘛！我们来迟了，正是你，你叔父罗振罗奇，以及你爹爹罗元贵，竟要为国捐躯了啊！Thank you.
粤剧院承办绝技文化协办的曾小敏粤剧艺术作品全国巡演活动即将拉开帷幕。日前在广东粤剧院就举办了一场今次巡演活动的媒体见面会，相关主创人员、主演嘉宾及多位传统文化媒体人围绕活动亮点及粤剧传播等话题展开互动分享。据了解，首场《我是曾小敏》剧说交响演唱会已经在今年三月份在深圳成功举办，粤剧与交响乐的完美融合，为观众带来了时尚与经典、清新与唯美的全新体验。第二场文化粤语曾小敏粤剧艺术作品全国巡演郑州站在4月20号至21号举办，为河南戏迷呈现交响演唱会和新编粤剧《白蛇转情》，展示粤剧传统艺术和现代音乐、时尚艺术的融合创新。今次全国巡演计划从5月份到11月份期间，将会去到西安、澳门、北京、武汉、上海、广州等城市进行。巡演期间，广东粤剧院还将会开展与全国戏曲名家、戏剧研究专家、文化名人的对话。今次的全国巡演呢，我希望是带着一种思考去的，希望是带着这种深度的融合和各个地方的剧种和名家的交流，能够更好地去挖掘我们粤剧的特色，和我们粤剧应该怎样去更好地传播，希望找到一条更好的路径。今次全国巡演活动是一次岭南文化的传播之旅，在呈现当代粤剧领军人物的风采和优秀作品的同时，亦擦亮了粤剧文化名片，希望在国内不同地域文化当中打开更广阔的受众市场，通过粤剧这一艺术桥梁连接大湾区文化根脉，共同讲好人民湾区故事，凝聚文化共识，提振文化自信。